干，你是抽到三次吗？哦，对啊，可以跟你换吗？因为我有十次刚刚一半。哦，好啦，谢啊。干，太可怜了，就坐到你旁边。我就觉得衰吧，不好意思找棉花，我找了。哇，不要开玩笑的。我说啊，我知道你想去上初中吗？这么好吗？他坐我旁边。他为什么多洋葱啊？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吃洋葱吗？太多了。好吧，那我帮你吃就好了。那我们一起吃。好啊。哎呦！马上就傻了。原住民。痛吧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在跟找我挑衅的，想打我就打，这个男的是谁？你真的很幼稚，他是可能都这样吗？我装脚超久嘞，怎么了？没关系的。看我俩现在很丑。那后来咱们就女生。拍摄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很尴尬。那你对男主角，就是跟他对戏之后，你对他有什么想法？他可以不要那么白痴吗？很想笑呢，很难呢。那接下来几天拍摄，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，或是对整个剧情有什么期待吗？我希望我跟他可以有爱一点，不然真的太尴尬了，跟屎一样。好，那就是在戏外，你跟男主角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再见。现在是怎样？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当了一整天的摄影师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？那你对男主角或是女主角有什么怨言吗？男主角一定有吧。男主角太笨，他这听不懂人话。那你对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导演称赞的吗？Thank you.